拆下来，你一看就是一个枪口。这种是收藏，纯收藏的。嗯。这个你买这个得配枪套，没枪套不好看。枪套有，说的是。是吗？枪套倒可以买原配。嗯。一万二。用信用卡一刷，分期也还好。不是我这个你别扭，你刚买了没几个月出了，哗哗大量的那种各种样子都出了，反正耐不住性子。就是这个东西到底你到时候要卖的时候，就是说亏钱我可以接受，有没有人收货？他这里可以直接收，他直接收，但是他这里收就有点价格低。差不多要到一半价，你如果自己在网上卖的话，可能就高一点。但是时间可能久一点。不是你网上卖不栏杆啊，就是我觉得有点悬嘛。要是你找个泰国人，哎，那个是吗？那个是吧？啊，不是，是的。他这还有吗？那个实弹的那个没有了。我不行，我今天先买一把不能发射的算了。我也这么想。心里呀。我也这么想。来都来了，我看。而且我主要看他能刷卡吗？他妈的，因为我现在想用人民币，不想用泰铢。哦，你拿那个中国银行卡哪里刷呀？对呀。嗯。要能刷支付宝更好啊！他用不开支付宝。Okay, this can use the credit card. Can you charge 是不是？嗯，3%手续费一样，那都无所谓。你看是哪把了？啊，看是哪把？肯定是1911那个吗？那个短款的银色的，还得是三楼那个票，三楼的那个卖的那几款票。三楼还不，你要问他这里多少钱？哪个啊？1911，它这里价格可能比上面便宜，是吗？是吧？你先问一下。反正我不知道是我倒霉是怎么着。那我们那个、我要那个1911是怎么牌子的呢？库迪一样的，同样的。库迪冷到冷。Short。散光，这个太短了。散光。嗯，菜。嗯，帮忙出来。给看看。我是谁？你他这里给我。你你吗？没米。他的本米。没米。可是米 have black chrome titan。哦 ，titan。titan 米。2 hours 我要那个泰坦的泰色的 Happy color Short Yeah short 两手好多暖。不是我从他们家这俩店买的枪全有毛病，栏杆没，是不是该着我倒霉是怎么着啊？有毛病他保不保修呢？就保一个礼拜吧，俩礼拜。哇，这个手感比 GBB 好多了。你还知道？这里啊，手感真好。我老板，我跟你说，二楼 BB 枪不要买，不要买他的 BB 枪。就他们家那边的那边。不然干无所谓，不是，因为都是一个厂出来的。BB 枪不要买，但是不然干无所谓的，都是一个牌子。这个手感好好。完了，我你拿在手里打手。我今天控制不住。拿来看。你媳妇不管你啊？买这回去？我不跟她说不就完了？放车里。先放车里。老马跟我都一样，我买了，我说是老马买的。不是，他老用我的名儿买，老用我的名儿买。哦，不跟他说，他也来放。那个手感太好了，我靠，我受不了了。算了，我先买一把。但是他楼上是8500送一盒子弹，差不多的。要不你看哪合适？要是价格差不多，还是楼上买合适。建议楼上买是吧？建议楼上买。反正我有阴影了，对他们家买好几把了。你想想，楼上咱以后经常去啊。而且你楼上买也不用，至少给咱们打一底儿，打一好点的底儿。这个套筒下不下来？这个套筒下都下不来。那不让拆。你拆了就能换真的了。
可能到这个位置。别弹出来，那黄别弹出来。这把就是那个美国那个家庭民用的那款。这是他妈的，就是这一把都不感觉不一样，我操，这个质感。别弄一枪套，哇，值了值了，先不等了，可以翻了。他比那谁，哎，老傅，他比老焦就是像咱们一块儿的人，老焦就是老焦喜欢那个，就是跟咱不一样。咱们是一块儿玩枪的这种心态，性情中人、啊、心态。对，那上去了，让他把它烧起来。没事。中枪，中枪。拍烟了，拍烟了，今晚上冻了，拍烟了。高三那哈。Hello， 哈 ，Hello。木兰，木兰，你当他们有摊牌兵了吗？有。ปิ้งมาแล้วก็วงชื่อลูกค้าไม่ใช่วงชื่อลูกค้าแล้วก็ลงไลฟ์ทีว่าครับคนนี้ไ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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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มาฮะ你要你如果你要买你买我来我左轮我先买左轮顶你要啊我买了那个还买一把四膛的布兰根哎哪个来呢没有不带了买哪合适嗯嗯哎杨来玉我是算账不识数啊！你们觉得它价格差不多，送一盒子弹。他在网上说他的枪都是送一盒子弹，是吧？我当初买了还没送，我搞刚刚啊，可能真保险多，他被拉了吧？你看那个胖子，那个卷发的，卷发的胖子，他今天不在呀？阿伯，你干了那百分哈？百分哈 ，free bullets。One ball, ten, ten, 十粒，啊，这老便宜了，贵啊！我看他是百一盒，他妈的，我们才十拿的，嗯，哦，十拿十拿，啊，不是给一盒啊，那还是去外头买了，贵啊，他这个。